县长、副县长，咱各局处的主管，各位媒体记者，各位贵宾啦，吼，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开幕典礼，开幕典礼。大会开始，全体请起立，主席请就位，向国旗及国父遗像行三鞠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主席请复位，全体请坐下。咱陈宝仁议员吼，伫出席的迄天吼，不幸吼，来往生了吼。我们为了怀念他，咱全体议员甲县府主管吼，咱一起来默哀一分钟了吼。全体请起立，我们为陈宝仁议员默哀一分钟。默哀毕，全体请坐下。馆长、副馆长吼，咱各局处的主管，各位同仁啦吼，各位媒体记者，大家早安，大家好。咱这次吼第十八届第十三次的临时会吼，咱正式开始吼。咱请秘书长吼报告本次临时会的有关事项。报告事项：一、本会第十八届第十三次临时会，系依据《地方制度法》第34条规定办理。二、本次临时会议事日程经106年1月24日程序委员会会议排定，即议员报到好，议备会议一读会半天，小组活动1天半，审查议案2天，讨论议案23读会，临时动议1天。自2月13日到2月17日，共计5天。三、本次临时会主要任务是审议制定嘉义县土石采取景观维护特别税征收自治条例草案，审议会主嘉义县土地基本资料库电子资料流通作业自治条例，审议105年度本县总预算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表。审议拟报会拆除光荣国小东栋教室、东边厕所、北栋教室及西边厕所建物案及各业务单位建物案等。本次的临时会，县府即提交议案10案，我们议员本身提案3案。今天讨论事项有2项：一、本次的临时会之议事流程表排定是否妥当，请大会公决；二、甲议要案。甲二案，西宜本次会完成议读，报告完毕。咱秘书长报告的这个内容，各位同仁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进行讨论啦吼。讨论事项：一、本次临时会之议事日程表排定是否妥当，请大会公决。各位同仁，咱这个排定的议事日程有啥物意见？无吼。无，咱叫白天的通过吼。来，甲一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冠，案由有关制定嘉义县土石采取景观维护特别税征收自治条例草案一案，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甲一号案，各位同仁有什么意见？
无吼，啊无咱就完成一托吼，啊交付人信吼。甲二号案提案人县长张花官，案由有关废止嘉义县土地基本资料库电子资料流通作业自治条例，请审议办法。审议通过后，依地方制度法第32条规定公布，并依同法第26条规定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备查。甲二号案，各位同仁有啥物个？无吼，啊无咱就完成一套吼，啊交付人事吼。啊，甲三号案，甲九号案吼，哦，甲今即马十号啊。哦，到十号案吼，咱交付人信啦吼、哦。咱一号案吼，也、哦、我知到三号案了嘛吼、哦。来，啊、咱一号案甲至三号案，那么交付人信，临时动议了吼、哦。来。大会主席，然后县长，然后各级主管，各位同仁、媒体记者，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我即将吼，就是我这一次临时会的时候，我有提一个案子要成立专案小组，然后是针对说，因为我老超乡的乡民吼，有定金，就是咱家己管进户没有依照制定公立国民小学及国民中学委托私人办理条例的规定呢，预计将我们鹿草的竹园国小以及鹿草国中转型为公办民营的实验中小学。那因为地方的居民吼非常的跟学生啊家长都非常的惶恐。那这边呢，因为其实他们地方上已经在去年这几个月之间，他们已经多次来到县政府跟县政府联系，表达地方的意见，可是都没有得到好的回应。因此呢，在今年1月19号的时候，我刚好接到我们乡亲的电话，我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地方上就是已经造成人心惶惶了哈。那迪迦，我想要请教一下那个我们教育处长，请你说明一下，就是我们到底要公办民营，我们的程序到底应该究竟为如何？好，咱代为致谢哈，咱张议长啊，县长、副县长，还有各位议员哈。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哈！啊，感谢江议员啊，对于我们鹿草啊整个教育的关心哈、啊。我想讲啦吼，这个提供囡仔一个好的教育环境吼、啊，是管府的责任哈、啊，责任。所以咱议会哈，包咱议会一定要关心。就是你简单说明，就是我们要办理公办民营的话，我们的程序究竟应该为如何？好、啊，这是咱这个教育这个实验三法哈、啊，过了后哈。其中的一种哈，就是国民中小学委托私人办理条例了哈。那所以这也是实验的性质哦。那到了定时当然第一点了哈，爱先交这个专家学者，要召集专家学者、地方人士，好，地方的人士了哈，家长，好来做一个专案的评估，好，这第一步了哈。然后第二步，必要时候我们再召开所谓的公听会，有公听会。哦，啊，了台有共识了，准备了，开始上网，哦，这个征询哈，这个有意愿哈，啊，来这个受委托的这個单位了，对了，大概这定数是安尼。好，啊，所以我请教你哦，既然定数你讲了真清楚嘛，啊，咱敢有照安尼做？我、哦、当然有咯，哦，这是所以初步我嘛是有要求。当然有啊，咱的时间是安怎？你当时有叫专家学者下去？你们有下去做讨论的？什么时间？诶、欸，这时间应该是正月啦，正月的确切日期我要去查一下吼。不是正月。来调开啦。不是正月，什么时候？去年就有了，不是今年。啊，那不来，爱怎不？针对竹园国小跟鹿草国中，你什么时候有请那个专家学者跟那个家长、地区的家长过去？这的日期。那不是正月的十二月底啦，好、哦、像有温鲁生专案。竹园国小跟鹿草国中，你们都有讨论吗？无，迄阵是公国小呢。迄阵是公国小。公国小，对，是。啊，现在讲到国中去。那国中是未来是安尼啦，我考量到是讲吼、哦，我们既然要委外吼，诶，因未来嘛。对，所以你们根本就没有，还是没有真，你们没有依照程序，第一个程序你就没有做到啊。啊，国中要不做呀、啊？
啊，是啊，人已经入去好好地看。无啦，当然，因要看咱闽南任何人，随时拢会当去看。好，这边我想，好，我请教馆长，处长，你先请坐，谢谢。县长，我想要请教您哈，这个的话，我相信整个决策的话是在县长您这边。对不对？要不要怎么做？因为其实我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是我看了我们嘉义县政府的主管汇报，在11月22号的时候，你们大概决议事项就是有请那个嘉华中学，就是你们请教育处哈，洽嘉华中学优先在鹿草乡新办完全中小学。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都既然都程序都没有，为什么已经知道说要找哪一间来我们鹿草办完全中小学？在12月5号的时候，一样你们的主管汇报又有决议事项，建请嘉义嘉华中学优先考量鹿草乡新办完全中小学，请教育处同步进行公听会，再将结果向三长报告。这是12月5号你们的主管汇报。接下来1月10号的时候，你们的主管汇报上面又有决议事项，因应马稠后工业区将有大型企业进驻，鹿草乡势必新办完全中小学或双语学校，以符合需求，请教育处联系嘉华中学洽谈相关规划，如无共识另觅他校。那既然你都还没公告，你们竟然都没有讨论出一个结果，还没有公告上网，为什么你就指定说我就是拿某某学校你来我们鹿草乡经营完全中小学？其实我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说，哇，嘉华中学你落党本地用鹿草乡去一间私立的学校。等到我接到1月19号接到乡亲的电话的时候，不是，伊是讲，伊话你都唔知影讲咱迄种鹿草高中啊要卖给嘉华落去经营啊吗？议员哈，非常关心教育，非常好。啊，这哈实验三法来的哈，是高类哈有公办民营，因为现在哈都是有很多私立的国高中哈办得很好，所以咱这个偏远地区的国中生一直都在流失哈。啊，真侪国中哈譬如讲报第二的科考哈。接鹿草这样学生流失很多，那像那个云岭同样的情况哈，鸟松哈，阿克的高坑下华德虎哈，那个好好哈，同样的问题，一开始家长都反对，后来他开放公办民营之后，他家长接受之后，连外地的学生都到那里去念，所以我们只是。有这个想法，教育处提出来，我觉得我们可以尝试。这个没有，还没有决定。嘉华现在在嘉义县市私立学校招生率是第一志愿，他是因为他的创办人刚好是你们鹿草人，他并没有要来这里。我跟你说，你听我说我完，他是鹿草人，他是来跟我说，希望你欢乐。番路吼，较近嘉义市，伊较好管理。我讲，既然你是番迄个鹿草人，为什么不到你的故乡去？那他们说可以考虑，他们并没有说要去鹿草。那我说你们可以去看一看，而且我们也没有说要给他公办民营的意思，不是甲学校袂好伊，是互因去经营，收费都是一样，都是公办的收费，但是。这个没有说指定给哪一家哦，每一个私立学校，包括维格、阳明山的维格也都可以来哦。我们现在还没有正式公告这个政策，只不过是伊是鹿草人，创办人是鹿草人，所以我们用这样子的情感因素跟他讲，可能他比较有感情因素，他们先去看。所以我们在这一个主管汇报提出来的时候，我是鼓励。如果说这个学生流失招生一直都很不容易招生，尤其像报的，拢差不多走去新国，走去迄个台南县的有够侪哦。咱的溪口走去甲民雄国中，走去迄个斗六、正兴，很多很多嘉那个水上跑到嘉义市的很多。所以因为是这样子，教育处每一年在统计我们的国高中跑到私立到别的县市，包括嘉义市的太多了。我们为了让这个学生可以留在我们在地，甚至于因为马稠后的二期，我们有350公顷，我们希望能够招到更大的企业能够来到嘉义。他们常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是水够不够，
电够不够，你的环境，尤其是教育，他们有一些高阶主管人员，尤其是外国工程师，他们考虑的都会问到是你的教育条件好不好。所以因为在提到这个问题，我们是在尝试，这个都还没有开始进入真正政策公告。县长，我想您刚刚说的很清楚啦。我要跟您说的就是，是其实在这一点，温柔超雄进，其实竹园国小他们在星期五晚上的时候，他们自己地方举办了一个，就是他们大家讨论一个讨论会，当然有邀请乡长跟我跟林木会议员一起过去跟他们一起参与。那我们也听到了乡亲的心声啊。其实在那里我也是跟他们说，其实嘉义县政府县长利益良好，他是希望说可以关心说我们鹿草乡，就是希望说我们这边学生流失的情形不要那么严重。可是呢，因为这一件事情，我觉得是嘉义县政府这边你们在你们的程序上有了疏失。不是啦，有了还没有政策开始。县长，你先听我说，县长先听我说。还没有刚。第一个，好比刚刚处长说的，你就是要一个讨论的，而且你竟然一定要没有目标嘛，没有说指定说到底是任何人。我阿北开心进去给啦。不是，地方先讨论出一个共识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在这个学校要怎么样的发展，是不是？因为我是在地嘛。乡亲，因是在地啊，因希望讲因这个所在是要怎经营的嘛，然后因未来囡仔因要怎发展，因要听他们的声音。第一个，我们乡亲觉得说县政府没有听他们的心声，而且他们在这中间来了县政府，我相信有跟没有遇到县长，有遇到副县长很多次，可是他们得到的回应都是说，我这是为恁好呢。你也是哦，你虽然就管票动算不对，可是你做任何决策不一定都是符合全部的选民的需求，全部乡亲的需求啊。我们现在还没有做政策啦。所以，可是民众已经很担心了。没有啦，你们不用，我们都不会去做啦。第一点，因为你们的程序错误，造成其实嘉华中学他们也是被动的。程序还没开始啦。因为嘉华中学也是被动的，他也是你去征询他们说，立即问鹿草啦，要不要回馈我们鹿草？所以当新闻消息，他也不知道说为什么地方的民众反弹这么大。接下来，我鹿草的乡亲他们就很委屈了。我们鹿草乡亲也很委屈。第一个，因为他们都没有接受到任何资讯，你们就强迫说。我们竹园国小、鹿草国中，我们就是要发展成双语的学校。你怎么知道说我们的孩子就是想要读双语呢？你不能因为马稠后工业区就强制说我们我们要发展其他才艺不行吗？所以你都没有讨论呐、啊。所以你们已经有一个规划嘞，不是说你们没有规划，说什么还要等跟地方讨论哦。你看，教育实验说明书都有啦。议员，你有几个名词用的都不太对。而且第一还没有政策，也还没有冬天会，你刚刚说话的时候我都没有打断你，也没有强迫。县长，你都在公文，我都没有打断你哦。我希望你也听我说清楚，我就是我们戏闹，不是强迫跟讨论。好，你先听我讲，阮鹿草的乡亲的心声是安那。第一个，我们鹿草乡只有一所县立国中，就是鹿草国中而已，没有别的学校。今天你如果是在别的乡镇，其实附近埔子也有两间国中，太保也有三间国中。如果今天说你有两间，最少两间国中，我一间就是完全就是县立的，一间是公办民营的。你起码让我红楼蔡雄庆不能算顶嘛？我们要算实验的学校，还是说我们就是普通的县立高中？那既然你也说了，公办民营这一个还是比较公立收费。其实我跟你说，我也有请教了我们教育处长，还有包括实施规划。嘉华中学我也有请教过了，我问他说收费是不是都会一样，他说当然啦，鹿草乡亲头有一点优惠的，就是一般收费，照公立就去收费。我讲好啊，你既然你未来你要发展讲，你迄间学校有一般的跟国际外语，因为你要发展双语国际外语，我讲啊，鹿草的乡亲若去读国际外语的话，该要搁另外收费。伊讲哎呀，因为迄是后盖要去栽培去。好好去国外去读册啊！我讲安尼就对啊。一间学校，我们鹿草乡亲进去，原本我们大家都是同等的，学费缴的都是一样的。啊，不过起码你得去掉，你帮我们分成说来，你要上一般的，好一般收费。你如果想要发展的国际外语部，因为就配合您说的嘛，你要马稠后工业区什么外籍工程师、外籍工程师来什么，让他们的那些孩子去就读的，或是阿盖我囡仔我想要栽培伊去出国去读册。你看哦，家长我。鹿草已经比较就是比较偏乡比较弱势了，然后其实留在那边的孩子就是可能都是阿公阿妈照顾，或者是真的是比较困苦的孩子。我起码你去了，来较好起来吼，伊就是有法度另外交学费去读国际外语班。妈妈，你啥无栽培我？
你知道人都去读那班，后到要出国去读册呢？一进去我们就被分啦。你今天你如果是说能力分班的话，大家是凭每个人学历学费都是一样，我是凭我自己认真我的程度下去分班。可你今天你不是哎、欸，你一进去的时候就是来有钱的，来我被栽培你读国际外班，我出那是一般的，这是我得到的讯息哦。我相信你也可以再去问教考中心提出来的计划跟教育处长，他们跟我说明都是这样。我相信在场如果媒体记者的话，他们得到的讯息也是这样子。那個、所以这个是哈，我跟你说，这个是因为我们乡亲接受到的讯息是这样，我不知道所以他们造成他们人心，是不是可以代表所有的鹿草人的声音哈。我自己都不，没关系，我都不知道。我跟你说，我说的就是这样，我没关系的。你可以，我愿意在这边讲，表达意见哈、哦。不是不是，县长，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这个办法出来。虽然我票数不是很高了，可是起码我还是当选的嘉义县议员。然后我讲的绝对是代表乡亲的意思。如果不是的话，我相信乡亲也会来找我，也会来攻击我。可是今天就是因为代表他们希望说，我可以把声音表达给您知道。但是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讲，起码这个代志都还没开始。好，县长啊，还没开始，公听会也还没有这个政策出来。最后啊，我们如果要做这个事情，会公告，会办公听会，也会跟这些学校在谈。肯定清稿里，所以大家都同意才会做。别的乡镇也许也会抢着要，所以等到有这个政策之后，公告之后，大家你情我愿，哈。啊！大家拢许个方式，你无爱人，别人要爱，吼、哦，也是讲你无爱都未成，啊，都无啊，都无这回事。所以等公告了，啊，有办法出来，吼、哦，啊，你的声音，哦，可能就是有一部分的乡亲的意见。这个其实还没有开始公听会，政策也还没出来。我跟你说，所以我今天的提案吼、哦，不是针对鹿草乡，是因为我们嘉义县整个少子化，我希望说未来。我的提案呢、啊，是为了了解嘉义县政府因应少子化进行县内各级学校整并或转型实验学校之推动情形，我们要成立专案小组加以监督其程序及成效。所以我不是只针对鹿草乡，我希望说未来呢，我们县政府如果说您要办学校的整并或是转型，请让我们议员知道。我们一定，因为其实我跟你说，啊、我不是我们不是说一定站在反对的立场的时候，我觉得我身为民意代表，我们是当你们沟通的桥梁。我们既然代表民意，我们把民意反映给你们县政府。可是我希望说，县政府你们在推动任何政策的时候，应该要先让议员先去了解，不是你输底下一直要进行了，民众反对，他们是已经投诉无门，已经找你们很多次了，他们觉得说都不符合他们的期待，看来找到我张婉珍哎。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我不知道。对对，然后今天我再跟你说，我们礼拜五的时候，竹园国小一样，那些家长他们希望说，我请县长答应哈，就是说你是不是给我们一个承诺或是一个公文？但我问了教育处长，他说公文是不可行。然后我想听这边请县长说，我们鹿草乡亲不是说反对公办民营，其实我们。赞成学校你有帮我们转型，然后发展我们的教育其实是非常好的。如果公办公营，其实他们是可以接受，可是前提是你要做怎么规划，先跟地方讨论，讨论出一个共识。就是你要让乡亲先知影讲你想要安尼安怎做，唔是讲你搁咧上课，啊未结业式就啊未放假咧，迄学校迄间学校处理下，规个团队执行长成规个团队带你去学校来带我看环境。今天不管说任何一个学校，所以应该是你们如果有一个规划之后就公告，所以你不要造成这样子。孩子，你找我都超过电音呐，那一天结束也是找我。他说：“议员，你可以帮我们问确定吗？我们不然我们讨论说我们是要转去义竹国中啊，还是埔子国中啊，还是太保国中啊？咦，你喜欢呢？小孩子，我就说你们就先专心开学。我相信说嘉义县政府经过我们这一次反应之后，我相信县长啊应该会替我们着想，会再审慎的思考这个问题。”那县长您觉得呢？议员，有几件代志吼，我要讲，我先会当回答他的事情吗？包括我嘛是有接到这个信息，对，但是我所接到的，是这个，包括校长啦吼，包括这个教师、这个主任，伊嘛唔知影讲哦，啊，这唔是干那囡仔以后要读对一间学校尔，甚至咧，因这个人是要分去别间学校去过继续教书。也是要去留咧原始的学校，这拢爱做一个考量啦。而且我感觉我参张文珍的意思，唔是甲你反对哦，是清查讲，咱每一个政策，咱爱事先提出来参家长会、参学校，所有咧
地方这些民代大家是不是啊？那上好的就是讲，包括乡公所，哦，包括这议会代表会，也是讲任何这村里长，大家共同来检讨一下。唔好一个政策还未，你拄只咧讲的讲都拢还未开始，但是咧已经外口闹啊风风雨雨啊，所以讲我感觉讲像这个情形，以后事先会当提出来大家讨论。哦，尽量唔通去做了，了后，那就讲后壁，遐西北哥唔要叫上去切脚床。那个谢谢议员关心哈，我就完整的回答一下哈。第一政策哈，所有县政府的政策，包括教育哈，一定要政策形成之后，一定会跟大家报告，然后经过程序，然后经过公听会，大家有共识之后，那当然有一些学校。他们会在别的县市有这样子的一个发展好的成果，会来接触我们的业务单位谈起来，他们想去了解，我们也没有反对。但是目前嘉义县政府都还没有形成这个政策，有拿出来讨论，他们也许自行去了解，他们有他们的想法。我觉得我们现在就还没有进行正式形成政策，也还没有公告，也还没有做公听会哈。所以阿比嘎姐，第二件事情，县政府的大门永远开着，每一个单位都不会投诉无门哈，都不会投诉无门哈，所以不会有这样的情况。第三，我们要形成一个新的政策，绝对也会把团队大家共同来思考，对嘉义县新的政策是不是对我们的未来发展更有利，哦，我们才会来推出来。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在这里很正式的在跟各位议员报告，咱嘉义县也够这政策也未成熟，没有正式成，没有成立，只是他们有去考察别的县市。跟咱一样的偏乡都发生哈，那个从初中开始、高中开始流失很多，尤其更偏乡的地方，所以他们一开始地方反对，后来我都多举例讲，干呐，婚里面交情，也过去迄个华德府迄个迄两个书号，头一个嘛是拢地方反对了，即马拢变作含外地拢走去遐读，所以。他们有学校来接触，我们请教育处去研究而已，去研究而已，都还没有正式提案哦，所以还没有这个政策。有这个政策，我们当然会跟议员报告。有报告，有这个政策之后，一定的程序，一定会有地方的公听会，所以迄个哦，这个听书一定会去。啊，当然有趣味的人，哦，请讲嘉华，他有兴趣。他有兴趣是欢乐呢，啊，迄阵那因来我讲，啊，你那不要叫伊讲阿伯，因家己故乡落草，迄后摆新的迄个就因家己买，再去研究看卖。他们也许是动作快一点，自己去了解。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无迄个投诉无门的代志，所以我想民意代表关心地方是正常的哈。阿里家，我再次重新再很清楚的告诉议员。这个政策要不出来的，哦，只是我们已经发生像布袋拢总招台南关系呀，咱靠近嘉义市的，包括民雄溪口、大林、朝溪加啥、朝溪加嘉义市婚姻馆的足侪呀，所以咱的国中生吼，国小毕业生跑到外县市的很多很多，这个情况是教育处统计出来的，所以他们现在正在教育处来统计这个情况，只是这样子而已，好不好？好，所以县长，我们竹园国小跟鹿草国中，您到底就是目前的决定有要把它公办民营吗？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决定啊，所以就是不会做就对了。不是不会做这个，现在没有任何政策出来。如果要做，也会政策出来以后会给各位议员知道有这个政策，然后有政策出来一定要办完公听会，大家都来。代表民意代表村长乡长跟乡民家长都来讨论表示意见，大家有共识之后，包括也有学校有兴趣啊，
啊，这拢总大家要好，你情我意，唔只会。好，县长，那起码今日你来讲，我希望讲未来你若要做任何政策的时，就像你讲的，一定要先采用地方讨论咯。无论你看，一定会的，我们都还没开始办啊。我就觉得说奇怪，你知道他们连那个澄清书都打了呢，你看。对啊。路中即将被，这是家长会自己做的。啊，馆长都甲你回答讲，到目前都。然后过来，都讲阿哥以外，我公牛公那个就是学校，就是公立，其实有时候哈。其实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说啊，那种学术你要来经营，反正袂讲较无好啊。有的地方就说那私立很用心什么。可是我想要跟各位说哈，其实在场有很多应该也是公务人员，我觉得都是看自己心态的问题。好，老师嘛是，人领金的就这样，你袂用讲公立的拢较无领金，啊，即卖私立的较用心，无一定。不管是公家机关或者是私人企业，用心的都有啊，对不对？然后你当然不用功的也有。所以不，那个你扣掉公务人员，已经就不简单了。你讲扣起来，可能会有心态，那当然是每个心态问题啊。不是讲要说好，咱的背谁讲好，公办民营的讲啊，咱私立来经营吼，一点也较好。我觉得这个对学校的校长或老师吼，其实也是不好的一个磨灭的。好了，我们现在把立场讲得很清楚了啦。好，谢谢校长，好不好？好，来，某位啊，某位啊。啊，有关。这个啊，迄个阮鹿草高中甲这个竹园国小共办民营的工课哦，当然啊，我是认为有影，吼、哦，咱伫政策，吼、哦，咱知影要形成进程吼，我感觉有哪些啊吼，咱来充分的谈地方讨论吼、哦。这我二月五号哦，都曾经哦，其实赵任总几啊遍一届尔啦，啊一届伊个家长会长吼、哦、有几个哦，有六七个啊，因、哦、为这个声音我有吼、哦、来。含咱迄个王处长，含咱迄个副县长来讨论这件工课吼。啊，当然，哦，伫迄个过程中，算讲当然，哦，无一个打算讲一定无爱去办。哦，啊，当然，即个家长会原来有无满意的所在吼，即个会长吼。啊，当然，我感觉这个代志，哦，咱管路这方面，咱管路是好意，哦，咱迄个教处当然是利益良善，要将咱进一寡囡仔拢留书。啊，要把这个校办了好，哦，你咧用意，这阮十里甲你肯定。只不过是讲二月五号，我嘛有咧甲处长讲，你应该，吼、哦，要讲针对绿草这个工课，你嘛爱讲需要讲真正爱较全面性的，哦，就只个关心教育的人，做位一边讲个清楚，较袂造成误解。吼、哦，你个，譬如讲，哦，你所有的家长委员会，吼、哦，拢甲请出来，哦，啊，像头拄啊，咱李彦茂讲，哎，我拢都甲你讲过啊，吼、哦。讲恁爱真正全面性叫这边来讨论讲好，我是要安那吼，譬如讲船长好，啊代表会这地方的代表吼、哦，啊所有这关心教育，包括啊拢长期间的支持好，咱这里外的这关心教育的人，万能请到，这几遍来讲啊清楚吼、哦，啊要安那来甲咱这个所在来提升，当然这当中嘛有人会感觉这是真好的，啊有人嘛一定会感觉。唔好啊！哦，国办民营唔好，即拢会当。咱事实讲啊，恁都会晓讲，咱台南啊，甲分林拢足侪即国办民营的成功的案例。哦，事实上，你即买当，既然你若讲有要针对即个问题，你买当请人去观摩看一下，回来再讨论。啊，来甲进入城市来办公听会，即安尼较袂造成遮侪误解。哦，事实讲起来，即、這个哦，包括我嘛，鹿草高中第三届。哦，伊个县里有三届，过来初中个三届，所以这个是讲六十六岁以上个人，伊下遮个，就讲在绿草，怎啊人有诶一寡面吹落了后，就一寡恶意出来就讲啊，绿草高中要去往北去啊，即大家拢会担心，吼、哦，即我嘛是承受的压力很大吼、哦，啊当然未来了有承诺讲，即个政策要未确定以后，吼、哦，咱绿草高中含主任高校确定吼。哦即咱无公办名的问题，吼、哦，即咱先取消啊，吼、哦，安尼当然大家就较放心。所以未来也要推动，我希望讲咱会当含地方充分的沟通，啊，会当来做一边甲讲个清楚，好卖哦，咱个安尼乌白想，啊，所以造成安尼今仔日安尼讲好意变歹意，吼、哦，咱讲好啊比大家赛老，就是即个工课。所以希望咱管路未来吼，下、哦、要来做即个工课，一定爱好啊含地方讲好啊。安尼代志甲有法度来圆满哦，啊，我做以上补充的报告哦，安尼感谢，谢谢。好，还佫无来，李议员。
李队，即摆来过来，即个临时动议吼，这是有关着啊，咱整个嘉义县议会所有，包括你议长、副议长，包括所有议员，大家即个门面、即个面子上，啊，即个文化观光局长，啊，佮政风处处长，恁两拢起来者。顶几工啊？我咧召开着这个专案会议，咧叫恁讲来迄个甲播放落迄个电脑。好、哦，再头一张，再来个一张咧。来来来，恁大家斟酌看，游民的素质，说不定都比你们做些好。下底个指名什么人呢？关议员詹婉珍，关议员李国盛，恁查起来这个人，这个姓宋的，这个是这间公司的什么人？各位主席张议长，还有各位议员女士先生哦，这个李议员所关心这个，阮这地景艺术节，这个他都要讲的这个。网络啊，和这个这信息这部分呢，我有甲了解哦。伊是这间公司过去，已经算离职的员工啊啦吼。你甲我做阿姐？是啊，伊就说明，咱这个因承办这個公司嘛，是有来亲自来甲议长，啊，我嘛有议长嘛拜，议长嘛甲联络，这帮、個、忙联络这个詹婉珍议员嘛，去甲詹议员。妹妹，这个是一人？是。没有，他没有辞职哦。他没有辞职哦，他是之前是，我在冲来，他是之前是台南的专那个经理讲副理讲是说他之前是专那个台负责台南的专案，因为刚好又在嘉义，他是嘉义人哦，所以他说这一间他也要一起做哦。伊本来所以这家一毛产物对哦，有产物无唔对，有啊，那我离职，伊哩做是哪离职？以副理来讲的嘛，伊实际上我嘛唔是公司的人。这个做对你有谈做过无？政风处的处长，你有参与的文化观光叫局长做伙去无？该原报告当时无政风处主任无邀请做伙去。啊，政风处主任，安尼你都根本你都唔知啊。处长你安尼根本你都一问三不知啊。先原报告哈，因为这个我们上个礼拜五哈，那特别以我们这个业务科的承办人员哈。然后跟这个文化观光局的这个承办科来做一个联系哈，然后他们文官局的这个承办科呢，告诉我们这个宋伟成宋先生呢，那是属于这个是厂商哈，然后他有告诉我们说，今天约10点左右，那个宋先生呢会到这个议会来，跟这个议长做一个报告。好，文化观光局就另外讲。在这件，不管所有整个嘉义县的议员，当然恁办预算，恁要做啥物？议员本质就是咧监督嘛。啊，竟然阮监督，我讲阮两个比咧游民的素质更加不如，啊，无较好。张馆长啊，这就是你文化观光局、你嘉义县政府带领团队所找来厂商的包厢，今仔日。就是有你嘉义县政府参恁这科局处对嘉义县议会，敢然啊这么藐视，含包括这个包厢生理人都竟然敢藐视嘞！我希望议长，你做一个公定来定夺，应该是要由咱嘉义县议会来甲告，啊是由阮两个私底下来甲告。张馆长，我希望讲你会当那尽量啦。会当所有你发包的工程，我绝对好啊来给你监督。你拢继续手上拢继续来补下无米，甲两个妹，哈、哦，安尼恁才会无代志。好啦，我看这个人，那个局长你啊，我联络啊，看这个人什么状况？是是是。哦，好吧，啊，该安怎我甲两位议员联络，是好吧？我是起先嘛，甲因这个公司讲，虽然咱即马叫言论自由，但是这个方面是无适当啦，是。
长刚好接着这一件哈，我有一件事情哈，想要请议长再阐释一下哈、嗯。因为近期咱你开会时，我若要问较详细，还是资料，你拢讲咱分女都有心理专案小组，啊小组的是较详细讨论，啊需要什么资料，他给人提供对吧？对。好，啊，不过起码就是我们在一月份的时候，针对这个公共艺术、公共装置，我们开了两次的专案小组会议。第一月六号的时候，我们其中有一项决议。就是说，另外本县办理货柜艺术节策展活动的场域规划设计及整合行销经费1300万，是否妥当的运用？请将规划设计的相关资料及签呈送本会专案小组了解。这是正月六号的，我伫正月二四佮开的时，签呈并无送来。然后我昨文化观光局伫这了会议了，我拢有甲局长。最终，伊讲要请 BC 请啥物串资料给我，到今日拢无。应该资料是安尼啊，你啊讲啊，做你买我资料会使有二万块钱，千层啦，千层无有当啊，千层无必要嘿。不是啊，不是，不是，东西哦，不是要知道他经费怎么运用，因为既然他既然说他这个货柜艺术，那经费怎么运用是伊来设计安怎设计，对哦，问题是，我要看伊是用。环保局他不是用县内他自己本预算里面哦，伊拢会是环保局的回馈金，就是那个废弃物处理基金下去要办这个货柜艺术节。问题是，伊当初给阮的计划是，伊伫过年这一礼拜的是伊要做，哦，都袂无做啊，无、啊、做啊，过年这个礼拜啊要做啊，没有做啊，哦，啊现在都没有做，我当然要了解说你们当初到底怎么签的、啊，为什么已经发包出去了，现在又都没有做。那资料都不能提供的话，我们成立专案小组做什么？专案小组会议啊，拢大家拢咱规个去讨论，资料也提袂出来嘛，是拢伫遐讲遐尔。感谢这个感谢张议员这个关心啦。有关这個提供试验资料这个部分，我们是有提供啊吼，但是可能议员要我们提供内签哦。这个我们现在政府在去年的105年7月5号，有一个县政府向议会提供提案审议的这个质疑事项里面有提到有一个规划，就是内部文书哦是比较无法提供。刚议长也有帮忙说明这部分。还是你内部恁家己决定讲内部的文书不能提供啊？我以为没有那监督。啊，所以我们有。你听我讲，没有那监督。我们有按照议会。我们可以查，就是你设计什么名？啊，就今麦拢没做嘞。不是，啊，你内部的公文当。不是啊，他像现在进度都没有做呢。啊，没有做就是爱蒙。所以，有定，为什么到现在进度都没有做？1300万既然都已经存了，都已经发包了。你当初你，我相信你当初你提出来的，但你去年临时会时，同尾一摆临时会，我问这件事，你提出的意见是讲哦，为了过年要办这个活动，啊，即摆过年拢无做，啊，表示讲你当初的签订一定嘛是安尼签的嘛。啊，所以既然你拢无做，安尼这1300万是毋着取消，咱就卖做啊。即摆毋是无做啦吼，家己不过即摆在进行这个工作计划书的审查。本来是咱希望讲伫咧过年前吼会当完成，但是因为像阮即摆因提出来的问题 ，end out 就对啦。是，吼，毋是，哎、喔，end out 每年的过年吗？哎、欸，不会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咱嘛是该积极咧争取2018年的台湾灯会啊，各代志嘛是做迄个时刻啦。啊！那根本你这个货柜艺术节，你较进前你就想无好势啊啦！乌白摕来读的啦，对无？不是摕，是不是？啊！你即摆来开始，即摆想到关前过后，后壁面搁要争取2018，啊！这件怎么摕2018？不是，因为咱厂商他提出来是当初是一个规划报告嘛，那他正式我们要做的时候，他的规划在提的新这个规划要。我来讲啦，这件工课发包处理了，冰心了后啦。客户拍落啦，你的时间无照迄个时间做啦，迄违约啊啦，合约内底面就爱罚偌济啦，一工罚偌济啦，啊是这件无做爱罚偌济啦，你这落去拢爱交交出来，那无啦，唔是甲政风处啦，检调单位都会调查你啦。文化观光局长啊，唔通啊头壳啊，佮拢存在迄个思维，迄因啊乌白长乌白斑，迄掠去关呢，你知无啊？谢谢议员关心。好啦，要关好啦。无啦，货柜这个东西吼、喔，我是去感觉咱来处理啦，因为吼、喔，我感觉真侪农地所在吼，现在要去农舍有几档的限制，啥物限制作业的，所以讲如果货柜吼咱来办，
啊，货柜以后也流动哎，啊，我看以后对我们很多这个农地啦，还是变成吼，动作农车呢来往使用是袂歹啦。嘿嘿，我也希望他能够将这个货柜临时建造都能够花。我有环保馆长去研究这个问题，啊，货柜的东西会使变相处理真侪物件啦。好，议长，我还有一件事情哈，要请教农业处长。农业处长，我从那个去年定期会到临时会到现在哈，乐活有机园区你的土壤水质的检验报告还没有给我，请问要检验多久？那已经出来的我就奉上，好吧？那为什么上次定期会完以后，不是说定期会最后一天你应该要提供，来不及，说下次的临时会提供？那在十二月份的临时会之后，您跟我说，议员你有要了还没有出来，那我们出来以后马上提供给你。啊，起码理我呀，搞起码我未提着一定。包议员，我奉上哈。无啦，这个处就像这种这个土壤什么检验报告做，这足简单嘞，你都有检验过，这个协调议员。我随报告。我起码是讲，拄只去讲讲，他如果要跟这个文化观光局内迁管丢，人去签公签什么什么，这个有时候我们没有调阅权，咱不是，这是进行定期会已经拆管了，伊也给阮的资料，拖到临时会顶十二次的临时会，临时会即摆搁拖到即摆临时会，我甲拖卡要给我，我若无拖，你当时要给我。系啦，处长，你看像这个问题，简单的问题，我马上奉上。所以讲，咱在议员会感觉讲啊，甲恁调的，你拢。对啊，我就是说，安尼开会我无意义嘛，我退出了，拢无退掉。起码你是靠，你是后面三层硬，很多靠山，我跟你要资料都不给的哦。不会不会。哎啦，咱像大议员，你去讲啊，你唔爱好意。小议员啊，你大议长。好啊，还佫，来来来，我是讲吼，前几工过年过来看一下，看报纸，你讲吼，嘉义市的这个铁路高架化已经吼中央核定的啦吼。啊，我是唔知讲馆长最近唔知道去嘉义市无？嘉义市政府嘛做一挂相关这个高铁吼，铁路高架化的这个一挂看板啦吼。啊，市长嘛，盖先啊伫这个看板顶讲，讲106年底之前一定会动工啦。啊，我是唔知讲馆长对这项工作的看法啦，因为我是一直感觉讲吼，这个嘉义市的铁路高架化当然是人也争取真久啊啦吼，但是呢，咱嘉义县一定吼到即马吼，咱当然有提出啦，但是咱无下文啦吼。我是感觉应该是唔是馆长敢有啥物较积极的作为无？啊无安尼吼，我感觉讲咱可能会无疾而终啦，因为吼，馆长你甲两位立委若假使无咧积极争取吼，恁是足愧对咱嘉义县的县民呢。因为先来讲，对中央、地方甲中央拢是咱贵党执政吼。今仔日恁三位，这个铁路高架、嘉义县铁路高架，若无一个下文，其实恁三个负上大责任啦。吼，啊，当然争取有争取的困难。其实呢，依我所了解，那张县长甲陈立伟甲恁迄个蔡立伟，恁三位伫中央的分量，其实哦，那这几十年的经验，我相信唔是讲足困难啦。哦，我只也是讲咱嘉义县的自备自筹款啦。哦，县长，我是讲你起来，甲大家说明一下，好不好？哦，关键。啊，主席，各位议员哈，王议员非常关心这一个铁路高架化哈。啊，因为管区分低调哈，起来就麻烦。因为嘉义其实都会嘛，较早咱叫市内，啊，村的咱嘉义县拢18乡镇，啊，所以吼。都会省伊拢差不多啊，住商用地啦，伊无田啦。啊，即马铁路吼，伊高架化吼，拢是吼，有做侪土地拢是爱自筹款，就是讲分30单吼，咱的土地吼爱地方政府来用你的地价税、房屋税吼、增值税去分期30单，互你去分期付款。啊，嘉义市的地价税、房屋税、增值税多，伊99亿，伊有法度。啊，咱嘉义县吼，经过闽阳、水上到大拿吼，拢惨呐。所以吼，用伊迄个办法吼，咱吼实无法度付这个自筹款，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吼，咱上去的规划师吼，拢总甲咱。共估倒转来啦，
什么原因呢？伊吼，咱是希望讲嘉义市吼，伊是对吼，因为过去是这是黄明辉做市长的时候通过啦，唔是涂省泽啦。黄敏惠当市长的时候吼，他是从红人女中林荣，红人女中这个隔开了上去下来，所以咱嘉义县甲北回公园遮多落来。吊车厂里，咱嘉义县水上，林荣加咱水上多吼，拢总十三个交流道，尤其恁的车头遐吼，我上去的就是恁的消防队伫遐，大概吼，咧火烧厝的时阵哦，拄着火车要过吼，要紧的时阵哦，车袂使进，迄是足危险，足危险的。林荣迄东营啊。大概啊，伫遐咧等吼，拢等足久的，拢足危险的。金色个遐，阮爸爸车祸都是伫遐过身死去的啊。所以吼、哦，我就很生气，我说你既然要做，要做到吼、哦，啊，做到迄个南京车头最上，啊，即平常就你爱做到迄个东营吼，闽南的东营个过，吼、哦，即上少你爱做到嘉义，咱也是7.9公里，嘉义市才11公里，爱加合理，但是。铁公鸡吼，拢总无甲咱通过咱的规划书，只有通过嘉义市的，咱内拢无。啊，即届嘉义市，也许是选举到了，他就已经公布了，今年年底要动工。嘉义市，你得要动工。我看了这新闻，我嘛就受气的啦。所以因为行政院咧开的迄日，无邀请我，我就甲弄去行政院啦。副院长开会啦，我阿讲吼，你若敢若嘉义市吼通过，嘉义县无通过吼，安尼吼，阮嘉义县50几万人，恁嘉义市20几万人，你唔通赢嘉义市输嘉义县呐？吼，我是真正用嘉义县长的立场去讲遐，我都啊拢入去啊，吼，所以吼一定爱做到最上，做到面容就对啦。啊，大人就搁开始来吵啦！我讲你即摆卖吵啦，先予伊安尼啦。啊，所以我讲吼，你既然总统讲了说年底要动工，我同意，但是你要给我一次核定，一概核定啦。分期施工就是讲，因既然哎皇帝讲话都袂使无算话，你先动工，我明年动工不要紧。所以伊甲我开一个条件讲吼，那你规划报告要先通过，但是规划报告。伊甲咱的报告是到甲溪寮，要改迄个咱的本来写到南迄、那个南靖，要改到南靖，伊讲有困难，因为迄个经过82线，迄、那个伤过悬，所以伊讲无你改到82线较头前遮，吼、哦。啊，我讲安尼，我还可以勉强同意。啊，这边到寮顶，啊，但是吼、哦，规划公司吼、哦。甲叫来问讲，爱一单九个月，我讲我一单九个月落去选了啊，迄到时吼，唔知影拖到当时，所以我讲吼，我找两间全台湾上大间的规划公司，青蛙处长，到一月底一定要做出来，二月份你们要给我们同意吼，干那一个关键就是一次通过分期施工，安尼才会使做啦，所以。你除夕的前两天，1月25号，我才搁去哈行政院通过一个，咱挂出来哈，硬挂出来哦，叫日夜加班哦，全国上大间的哈两间工程公司，把这个修正到这边，把财务报告重新修正跟规划，到不到南靖去了，所以我伫只搁甲王议员报告，今仔日。我就是坚持嘉义县的立场，这个绝对没有党派。我这是讲较歹听来讲哦，立民进党内底伊嘛足受气我的讲话，就是讲我是站在嘉义县的立场，一次通过分期施工，但是袂使甲我拖工哦，搁后摆再去讲，嘿，我无可能接受哈。我讲无，我是哈最上嘉民用带来恶鬼。你甲我做肉酱袂要紧吼。无啦，啊，管长，你当然。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原则啊，就是做到82线，但是咱迄就是
无到南靖车头，因为迄经过八十二线遐足悬的。我知啦，技术，嘿，当然、啊。所以这个已经记录下来了啦。对啦，啊，你看伫你的眼内，咱的吼，行政院核定的机会是大少啦？啊，都已经核定这個原则啊啦，这个原则通过啦，咱可能也来通过啊，核定啊，通过这个原则啦，吼。啊，以这个原则，包括家己，启动一个修正来对一个行政命令啦。啊，所以哈，我们应该会卖一年多了。一年多。嘿，这个应该是一年多吧？那一天，一年多会换一年多动工啊。原则一样，跟嘉义市的原则一样，是咱的哈，因为咱的规划报告比较晚，哈，所以那是意思，管理意思讲咱。咱办当官话，行政伊都核定咱即家己关的。同样的原则要一次做。对哇，哎，要核定框列预算。A 啦。A 呢？都是因为我都是伫遐甲哥甲暗时。这目前可能无问吧？无啦，迄都阿未一年嘛，拢阿未清楚尔啦。噶，唔是啦，我刚刚阿你讲假日期嘛，阿未有问啦。迄是干那总统讲话，迄都阿个收得一个行政命令，假日期一样，只是总统发言。那要修一条行政命令，嘉义市的那一个补助原则才会修订，那个补助原则才会通过。现在正在哈。现在正在分配框列预算呢，他的也还没有，只是通过。县长，你照你讲诶，嘉义市的自筹款的部分跟咱嘉义县的自筹款的方式。同样的原则哈，先把迄个什么暂停还是什么，你说明一下那一个。委员报告哈，目前是这样，现在所有的依据哈，就是铁力五立体化建设跟周边土地开发的一个申请跟审查的一个要点，是全国的适用的。然后他现在已经这一个要点已经在修了，行政院已经签了签。我们那天县长已经带队很多次去行政院，刚刚县长讲的都是事实的哈，我们就努力在争取哈。那这个修好以后，他还要配合中央对直辖市跟县市的补助作业要点。以后我们现在铁路高架化它分为土地款、自偿率跟非自偿率，以后就不看这个了，以后土地款。自偿率、非自偿率都不看了，就看说中央对直辖市跟县市的补助的集聚。像我们第五级，它是要补助90%。我捌听你讲过，我是是是，我是刚要一个了解肯定来讲，县长是毋是有法度伫你的任期内，到明年底进行？那你敢有去谈话？是毋是有法度正式公文，让咱讲啊，嘉义县我甲你核定这个高价化？这个是绝对是我的目标啦，无我遗憾终生啦。哦管理，我一在你讲起，你是咱嘉义县可能优秀优秀人哦。我吼为着这个代志哦，我刚刚去行政院无邀请我，我去那个哥哥，因拢总无法度等伊哦，转去买迄个沙伯味汉堡，你遐大家拢吃，伊拢要等伊，我阿公无可能哦，恁等伊啦，这条哦，所以为着在爱修迄个要点，你知道哦，伊阿奇家不是伊阿奇爱修迄个要点，那个是要一点时间，但是。会议的记录就是把这个分开，咱叫有法度解决嘉义县市。啊，记录嘞，记录里对。因的记录到家来啊。他那一个要点哦，我们他可能不会写在上面说。他要点他已经签了，没问题，这个我们已经确认。那六是本来的管定，我是讲安尼啦，当然你这个你清楚哦，你讲安尼我也了解这个过程啦吼。我那个办法无做吼，我是感觉讲吼，那是一个美感啦吼。哎，办法啊，伊是不是正式下开无下吼？但是这个我看应该是够开会嘛，这个会议都该要求爱给咱啊，啊无咱去讲去都无边无期，连讲你馆长下任，伊嘛讲无呢当时。啊，行政院长甲部长请阿你换人。我来讲吼。无毛2018的选举，咱嘉义人嘛会使个表现用算。哎，唔通阁拖到迄阵啊！迄阵啊，反正换阮本党做官，你嘛不得卡个啦。啊，都不要紧啦。我甲你讲啦，就是算票会使。我一再你讲起哦，你就是到差不多是咱嘉义县哦，有史以来哦，县长当上久的就是你啊啦，高当嘛，对不？所以我甲你讲，就讲你爱留一个。伫第一行感觉啊，过去都张县长都无分党派啊，都伫嘉义县啊做了袂歹，互人大家人讲，哎、欸，人死留名啦吼。以后你管理无怎么个啊，张县长都真正真认真你做。我以前我也无。我是感觉讲，唔是县长，我是感觉讲哦，咱爱有较积极的作为啦。我嘛家己就报告讲，你听。我以前你拢无甲我讲，我家己足积极的，你讲多少？
唔是到时阵哦，大家要去卧轨呢，迄我是唔咧。你爱啦，你爱买爱。我记得，记得比赛袂好咧，我是唔咧。不分党派拢来搞卧轨。袂恁少少去，我是以后较有机会啦。但是我唔啦，我来讲。无啦，要卧轨拢讲爱来啦。反正，咱看咱积极吼。林湘婷，你袂无？积极的作为，伊也袂计安个，伊嘛唔啦。啊，嘿嘿嘿，哦，所以讲这个部分现场，我是拜托你较费心的吼，咱都。即电影个发展啦，即也无啦，吼。因拢无邀请我，我是两届拢去哦。因用要现场，因用要搁叫大门讲。你都那是为着这个嘉义，这个咱这嘉义县铁路高架化吼，你都有啥物想法的先？咱讲实在话，我相信哦，不管是民调好、最上好，即大家一定无分党派来给支持啦。哦，但是呢，你甲陈立伟甲蔡立伟，你是真正爱较积极来处理，无我想我那伊。刚刚你讲的这个自筹款，咱就无法度啊！啊，等候这收款再过。不，就是收这个自筹款，咱才有法度。对哇、啊，这是、啊、这是要变。啊，收会过无？啊，对，就是会啦。伊即马就是签嘛，若无伊加，伊到2018就啊会啦，会过来。好啦，你较费心的啦，吼，好啦，好。好啊，安尼各位同事，今日有啥物工课无？无吼，啊无咱就散会啦吼。报告，我们审查议案的时间啊，是在2月15日礼拜三上午10点钟。上午十点钟啊，请各位议员先进，还有我们县府的各位局处长，我们要准时出席哈。礼拜三上午十点，报告完毕。不灵异，好。